我是王瑞瑶，现在人在苗栗华陶窑院里。小伯来。对了，小伯来一下。我下面在讲小伯啊，因为呢，我们刚刚听到华陶窑的窑主陈文辉告诉我们，这个这么漂亮的花叫做小伯阿辉。小伯阿辉，来，窑主在哪里？窑主今天要给我们亲自导览哦。窑主好。哎，你好，大家好。好，窑主，我们进来给大家导览华陶窑，而且这个季节好舒服，好棒哦。哥哥，打个招呼。嗨。好。哎，大家好。好，窑主一边走一边讲，我们开始来玩耍华陶窑。因为这里是一个长廊嘛，啊，这整个长廊里面哦，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啊，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是一个八角的窗。嗯。啊，其实它是厨房。哦，它是厨房哦。啊，因为叫炒菜会热，嗯，所以厨房我们把它设计在水下。水下。所以你炒菜的人站在水下，凉快。哎，所以你等一下，你过去从那边拍出来，你可以感受到说炒菜热，但是我们是站在水的下面。而且大家其实也看到远处有两只猫咪耶。对不 对, 对、啊、这也是华陶窑的作品吗？对 啊, 对啊，我们先给大家来一个概念啦，华陶窑是柴烧窑，对不对？我们做陶人家，做陶人家是以柴烧陶为主，以柴烧、所以柴烧陶啊，这里已经成立多久了？37年。37年，他今天跟我讲37年，我都好吃惊哦。我说怎么那么久？对啊，我要跨几嘞？我说怎么有那么久呢？好，我们前进厨房的位置。而且在这里面呢，我们还产官学合作，嗯，所以我们跟台湾大学呢合作了，他们设计了一个太阳能水车。哦，所以这个是台大的，这个是一种教育，对对对对对。给大家看一下哦，陈宝基啊，陈宝基做院长的时候，对，台大，哈哈，在哪里？在那边。就是那个啊，在那边，对啊，有没有看到远处的这个黑黑的这个板子？然后呢，啊，你看是一个水车哦，一直在旋转哦。然后给大家近看两只猫咪跟螃蟹。我给大家看一下全景啦，因为其实站在这个回廊上，那大家看一下这个全景，很美。对啊，我要给大家看这边。而且其实刚刚呢，姚主有跟我们讲说，像这样子砖造的建筑叫做什么事？荷兰式的砌法。荷兰式的砌法，对。好，大家知道台湾的砖造建筑是荷兰式的砌法吗？真的是长知识了。因为那个一般砌砖块有荷兰砌、英国砌、法国砌、美国砌四种嘛。老师，你的客人来了。啊，因为台湾哦。向左看。这个是荷兰砌的。这个是美女啦，这不是荷兰砌的，老师。因为你的老师，这老师朋友来了。姚主的老师朋友来了 ，Hello。那是徐小姐。你好，你好，老师，那个什么，姚主刚刚有给我们看你的作品。对对对，停一下再聊。好，来继续走，我们要走到哪边？啊，所以我是建议你哦，嗯，下我们的厨房往外拍了。好，来给大家看哦，这个是非工作人员请勿进入的地区哈。这个是，对呀，这个是姚主特别开放哦，下电视啦。有没有？所以他刚刚才会讲说，你看，工作人员都要叫我很小心，因为有很湿，对啊，很湿哦，所以是在水里，给大家看哦，这是在水里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那个水跟地的这个水跟地的这个差高低差？我给大家看我站的地方，然后你看水池其实比我高哦，哎，这样子看风景也很漂亮哎。进到华陶窑，走到哪里都是风景哦。然后给大家看它的这个灶好大。我们中午的时候就在华陶窑吃什么？我们在华陶窑吃的是割稻饭。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割稻饭在之前刚刚我们其实就有上传影片。好，然后看一下华陶窑的这些，其实这些就是我们讲柴烧陶，对不对？这些他们使用都是自己的柴烧陶。好，行，继续。你看这个建筑好漂亮啊，有没有？多谢啊。Simon， 我的责任。两个帅帅的表情。Simon 哥哥，好。今天其实给大家看一下窑主，也给大家看一下 Simon 哥哥。Simon 哥哥是我的贵人，走。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看到，我们的那个建筑物就是要节制邻里的，要是节制邻里这样。对，所以你在节制邻里的过程中呢，下面我们就种了不同的花，嗯，这种不同花的选择，
就是有春夏秋冬的选择。对对对对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哥哥你在看什么？来，这是什么？春夏秋冬，我听。好来。无聊的春风，伴阮流浪。孤孤单单，谁人体谅？啊，我会唱歌，这是罗斯玛丽。受尽风霜，你在故乡就爱保重。好，我拍手，拍手，拍手。有客人来这里这么吵的吗？不会啊，我们就喜欢这样子了。真的很开心哦，因为这里好轻松。又什么？又很你看，这里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是景。好，好来，继续走，小心哦。好，往里面走，因为其实里面有景，外面也有景，里外皆有景。当你到这里的时候，嗯，哦 no。我多还有啊，来来丢啦，要给大家看这一幅字，来让姚主念一遍给大家听。明天来吃，明天再来吃，不免钱。明天再来吃，不免钱。今天去彩兔暗号买贵啊呢？什么叫做彩兔暗号？兔是谦虚词啦，客气啦，哎，阮兜无啥啦，无彩啦，今日来坐坐咧啦，哎呀，上吊是迄个暗啦。暗，哎，三点水搁一个干，就是讲这个水真干，就是暗。三点水再一个干，就是水很甜呐、啊。哎呀哎呀，对不对？啊，明天来吃不要钱哦。啊，你今天明天再不来，没有？不会的，我明天再叫。你明天还有明天嘛？哎呀，你这里明天再来啊。哦，好，看一下这外面。你看这外面这一区也是好漂亮，好山林哦。走。继续走，姚主带我们逛华侨窑。所以你来到这个厨房哦。嗯。哎、欸，这个菜这是一个菜灶哎、欸。对啊。这个哎、欸，怎么算？豆坎。叫什么豆坎？豆坎。豆坎。不叫菜灶，我叫菜灶。豆坎。豆坎。盖剩菜，菜坎。大芒花白无味，生来无着时。哦。你两过来。好好听哦！我对哪了？瓜芒花白无味，生来无着时。哦，一个是对，无着时了哈。嗯，那不是，那不是那个。那是世界的事吗？不是。我拍摄，我忘记了。你忘记了？叫根基三人的介意哈，世间事。金月水影花红无了时，只有风雨温柔摇摆，过阮的禁忌啊！摇摆，风雨哦，风雨耶，好有韵味哦！这一段好棒，哈哈！哎，这我已经叫我来，我已经在这边。我紧了，来，过来。关外白云门，出师在寒门。哎呀！啊，因为是无衣嘛，无青春，啥人来温存啦？嗯，啊，世间事，一场幻梦，船过水无痕，只有金戈多情，来去伴阮过红尘。小蛋，金戈应该就是萤火虫。只有萤火虫来伴我，然后这边是风，对不对？风仪，这是风仪，就是风啊。风仪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然后这边就是灰金钩。对啊。哇，再来哦。应该弄成一条歌。好有气氛哦。所以哦，你们。一就就打了，一就打了。啊，秋冬，一天过一天。对你的思量，为何你袂开阮的梦？用心啊，不会的，得了，选举了，还选举了，走，继续往前。这其实是一个长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看这边。所以这设计长廊的时阵哦。以后一个重点哦，哎，这少年听好哦，听好，少年，伊叫你少年咧，少年，啥个少年咧？在设计长廊的时阵哦，这整个长廊，嗯，
你甲看是弯弯，但是足歹势，这内底一定有一个面夹起啊。弯弯对，伊是弯弯啊，对啊。但是你看起来很顺。是。弯弯的多一下，就是叫门公笑。叫门公笑。一般人都不知道。叫门公笑。门公笑就是鲁班尺嘛。啊。也有鸡嘛。比如说吉啊、凶啊。吉啊，对。啊，吉凶财啦，啥啥啥啊，所以你门公笑哈，也有固定嘛。这个字里面有 几个尺寸，嗯，所以你在算的时候你要算同的尺寸，嗯，你这样平行就起来了。我说给大家看哦。你若要钱，若要财，若要地位，那就错乱了。哦，以此来选择一个。啊，我问你，你的文公尺算什么？嗯，我要算吉。算吉，这是吉哦。吉这等于是给的。哦，吉哦，吉利的吉。哎，我不喜欢看。给大家看吉哦，用文公尺吉做出来的长廊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好好玩了，而且这长廊两边都有风景。我给大家看外面，外面你知道，外面其实是比较原始的感觉，然后里面就是有造景，对不对？然后哎，它这上面还有这个竹编的大篮子，哎，嗯，三妹你看好大哦，好大，对啊，好大的竹编篮哦，所以这个是用吉，对不对？做出来的吉。你看这边都还有告诉你这边的植物的故事。哥哥，法师傅来拍我。耶，对呀， 啊你有拍我吗哥哥？嗯，你看法师傅也玩起来了。耶，好高兴啊，没有想到在疫情趋缓的时候，零确诊这么多天之后，跑到华陶窑来透一口气。明天大家也可以跑来玩，对不对？你看它这里都有这些这种野摊斩马谈方略，嗯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了。何氏捏陶，因为等一下我看你的预告，当天佛堂哦，林碧如较紧，你看，因为今日一直讲话啦，对，一人来，因为一直讲讲话，好，过来，再来。你个，我你个阿德好个，你个，哎呀，咳一下是吧？所以哦，因为我曾经。是冲撞威权体制的热血青年，嗯，曾经啊。你今年几岁？哎，78。所以你冲撞体制的时候是60年前吗？38岁啊，38岁啊。哦，没有，不是60年前哦，是38岁。对啊。40年前。对啊。还有这，等一下，这位先生，你这个角度是什么呢？先生，你在拍什么东西呢？你的这个角度会不会很好玩？紫豆子，好可爱。啊！他居然发现了新东西，难怪他有奇怪的。哦，怎么那么漂亮啊？哎，等一下，这下面这个植物也好漂亮哦。那是他们，哎，他们自己有花纹哎，好像印上去压纹，它是有花压纹的植物哦。哇，难怪你刚有一个这么丑的动作在里面拍植物，多么诱人！你等一下回看影片，所以有一个很丑的动作。所以华大窑已经从开始设计到现在哈，就是本来是一块荒山嘛，嗯。啊，这块荒山哦，所有的植物都是台湾低海拔阔叶林。台湾低海拔的阔叶林哦。台湾低海拔阔叶林。阔叶林。啊，整个阔叶林里面的林相，嗯，好，我们必须要把它改变，嗯，哦，让它成为一个多元，就是春夏秋冬哈，都会变颜色的这个台湾。刚刚其实有聊到，一个就是台湾岛，一个就是多元，一个就是融合。对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一句话很重要嘛。名山大川常因时序变颜色。嗯哼，名山大川，哦，常因时序变颜色。常因时序就是节气。嗯，啊，因为北国在秋天的冬天的时候，秋天的时候变红。嗯，啊，到日本来看红红啊，嗯，啊，或者是看樱花赏樱，对不对？嗯，名山大川常因时序变颜色。好，但是，台湾没有名山大川。嗯哼，但是台湾有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，嗯哼，就是北回归线经过的土地，嗯，在同一天里面，同一天哦，嗯，你可以从恒春半岛看完热带植物之后，到阿里山看寒带植物，嗯，同一天，没错，全世界都可能在台湾5年了，而且其实，在台湾也可以同一天从高山到海洋，对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嗯，哦。这个叫地理位置的必然，嗯哼，因为热带气候，热带
是从赤道开始往北嘛，往北的时候我们就在北半球嘛，往北来到哪里，来到垦丁，它是热带气候的北线，最北，所以你到垦丁看到的是热带树种，然后这一继续在往北走，一直到阳明山，你看到的是温带了。台湾为什么会有寒带？因为我们有高山，海拔每升高100公尺，温度下降0.6度，我们的玉山3952公尺，所以你到玉山顶端看到的这个纬度线，把它倒下去，就是寒带植物。哦，清楚了没有？清楚了，就这么简单呢、好，继续打篮子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，我刚开始做华大雅的时候，我刚从冲撞的心情退下来，我们就写了一首对联来。我刚刚其实也在看这个。野堪斩马谈方略。野堪斩马谈方略。何事捏桃看野花？何事？哦，这是花，这不是仓哦。何事捏桃看野花？我该念成野仓，野花。野堪斩马谈方略，斩马谈方略就是你骑马打仗运筹帷幄嘛。我买砍麦公伫顶头带群众抗争，各位乡亲，今仔日是安怎咱闽南唔做，饲猪要加本事，千里迢迢来到这，到底是啥？因为着王瑞瑶，不是为着台湾。阿布。可是他也可以在这里拈花惹草哦。对啊，但是合适的时候，对不？马歇赛，马歇赛，就你这句就对了，对不？马歇赛，不是讲应该啊，马歇赛的安尼，入回看亚会安尼。好，行。OK， 好。走完了这个长廊哈，其实要给大家看左手边，左手边呢，因为呢就是原主，可是右手边也好美，有没有看到稻田啊？这一边其实可以远望，然后这边看的是自己做的园林，有没有看到？今天能见度好高哦！大家有看到那片稻田吗？稻田，此起彼落。走，姚主来。好，你看，又给大家看不一样的风景，不一样的窗，不一样的风景。来，那应该是地堡，对不对？走，来，所以怎样？所以，因为我们是做陶人家。哇，这个鼓好大哦！我给大家看一下窑主跟鼓的这个比例尺哦。这个鼓哈、这本来就是一家艺术家，这个鼓是有它的故事啊。它本来哈、就是那个我们台湾乡下传统的那个以前乡下都有在那个打拳啊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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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在教打拳。你进来了，吊顶。他有一个名词了哈。你在上面啊，宋江镇呐、啊。哦，宋江镇呐、啊。国民党以前都有啊，那个乡下的训练准备身体的嘛。国民党统治台湾说不行，认为这个会造反。哦，所以进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这个鼓哈、就被这个清水的那个祖师爷去收藏了。后来祖师爷要改建嘛。就卖给一个这个陶艺那个艺品店，那我就用陶器跟艺品店换了，交换，交换，这个鼓的直径120，不止，应该不止吧，不止，那、蛮大的，我们就吊在这里了、这样子，好，再往前，好，再来哈、你看，你看一下、看造景，我们华大雅在砌砖块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用砖中间为大家。砖块用来加大嘛，我们中间就加砌我们的砖，也陶板在那边。所以有看到陶板吗？对啊，你看到有没有？有。所以现在嘉义有一个奈斯要做一个水牛公园嘛，我们就希望它那个陶板里面可以改成那个，也是同样的方法，对不对？同样的方法，但是变成瓷板，就是那个徐大师的瓷了。哦，就是这样子啊，我们就是建立这样子。好，行过来。你看，你可以看到那个后面那个山啊，这也是哦。这也是对不起，中间那个就是大霸尖山，有没有看到在座椅的后方？我们用这样来凸显，用那样子的方式把砖跟陶结合在一起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好，走。好，你要带我去哪里？往前走。哦，美女，等一下，你怎么走了呢？美女在这里观景，哦，好漂亮。
漂亮哦，他选了一个好厉害的船。整个长廊下来哦，嗯，我们就要设计到一个圆，嗯，用这个圆来，最后是一个圆哦，最后是一个圆哦，对，看到没有？最后那边是一个圆，大概叫最后的那个，那个应该是前面，嗯，你往前走，我们两个离我远点，嗯。我们想你往前走。好。你说这应该是后面。前面。好，一个圆。你等一下出去，你就可以感受。啊，现在看到不讲解都不知道哎，而且这个空间这样子看起来都好。而且这个圆哦，可以让你躺着玩。可以躺着玩。你请那个。Simon， 躺着玩来。Rosemary。这个圆可以躺着玩哦，可以躺着，它会动吗？这么好看，夜当我玉体横陈，玉体横陈，来，怎么玩？怎么玩？给他拍照，给他拍照。哎呀，是这样子玩呢，舒服吗？舒服吗？一定舒服，一定玩。你先拍，对呀。你先看他们一下，天哪，可以这样子拍哦！哦，他这样子躺对吗？姚主角度不会看到那边。姚主他这样躺对吗？啊，都有。啊，随便你的。好，两夫妻要上去也可以。啊，够吗？够吗？干枯要不搞？你做一个很悠闲的表情。这样很悠闲。好，看一下哦。每个地方都是很好的风景哦。两个夫妻要怎么上去？好，谢谢。我跨在身上。不要问的那么明显。因为我看姚姐讲这个，你厉害耶！你年纪这么大了，脚还跨得上去。谢谢您啊。要是叫我跨上去，我没办法啊。给大家逛御花园，都快笑翻了。来，姚主来。那个徐老师，小心走。78岁的姚主亲自导览，好难得。陶家这一盆是充满了禅味。嗯，哦，这个季节有蝴蝶啦，啊、很多啊。蜻蜓。有没有不讲话？不讲话，其实让大家看，让大家看。嗯，这个安娜，大家来看你的声音，漂亮吧？我觉得除了这瓮之外啦，结合。你这树已经被砍掉了。对啊，结合的漂亮。过来，过来。马豆过来。马豆在哪里 ？Simon。马豆来了。Rosemary， 哎，等一下 ，Rosemary 在玩这个圈圈啊！哎呀，今天马豆较水啦！丢，我今晚很难跨界。你看他们两夫妻多好玩啊，在这里。我讲今天较水，你那是讲丢，丢给我面子。好，来，再来，来，要马豆，马豆。哦，阿你别。马豆来。什么代志？你不叫我背球？不紧。你要叫马豆，来马豆。来，你要来对？哦，这边啊，对啊。我们刚才还在讲说，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大树木？这其实是一个窟。好。哎，坐还起来。拎出来的哈，哎，哦，这样好瘦、哦。我本来就瘦。等一下，姚主叫你塞在这边，他走了，人走了。对，来哦，让一个位置给罗斯玛丽，两个人一起，两个人可以吗？塞得进去吗？可以，你的头卡住。对，我们一上一下。哥哥，你帮我们拍照，快点。你走开。对，我走开。哎，这个姚主指点哦，好多拍照的地方。哎，姚主为什么不见了？姚主导一半跑掉了。今天来到了华陶窑在院里，我其实已经好多年都没有来了。然后你看他们完成这样，你看完成这样子哦。
大家也可以、哦。笑一个，一二三。你不要不要，嗯啊！你换一个姿势好不好？不要老是一样。帅。一二三。好了。Model被人家嫌老是一样的姿势。Model 要会摆错。可怜哦。你是走走起来，因两个人在家一直剃头，一直剃头，你人没去啊。我总要交代一下。哼，来，走，再继续来啊。走。嗯，今天你们好像来拍那个写真集的、哦。是啊，这一对夫妻来拍写真集，每一个景都好有趣。哼，过来。哇，这里是我们的咖啡屋，好可爱。对啊，就弄这样小小的都好可爱 哦。这个是湖水。对啊。欸、我们会用的湖花，湖花，湖花。就很简单，就很简单，就好好看。嗯，绿水里，这里也是啊，你看，均当做磐石。来，我来解释哦，一块大石头，你看这个、我们也移不掉，嗯，但是为了把它融化，磐石无转移，我们为了把它融化，嗯，啊，所以我们就把它挖洞，嗯，然后每这个每天要换的哦，嗯，换这个湖花，啊，所以做了一手。嗯留来孔雀东南飞在这里。哎，这个其实就好像在插花一样的概念。对，本来就是、啊。对，把这个刚才花器。浮花。对。哎呀，这个叫浮花。浮在水上的花，还有我远远给大家看了，我刚才没有看到，你看洒落一地的黄花。对呀、啊。啊。好有风景哦。所以金当作磐石，雀当作蒲苇，蒲苇论如丝，磐石无转移嘛。嗯、哎呀，瑞雅跟阿宝啊。无转移，论如丝。哎呀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就是无从移的、啊。像这种感觉哦，其实你到华岛也好来，我们只是要你静下来，然后透过每一个景去思考，去欣赏你现在的你嘛。嗯，对呀、啊。这里其实可静可动啊，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啊，也可以很安静、啊，然后呢，也可以在这里很嗨。所以像我们在设计这个，我们要求你静欣赏的时候，你在那边嘟，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呢、啊。嗯，最后只有让你自己去感受你自己 啊, 啊。你说现在叫那么大声的，这是什么虫？那是青蛙啊。这是青蛙吗？啊、蛤蟆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哦，这里的植物跟生物都好多、哦，因为我们一直要保留它的耳朵都很忙。啊、嗯，你看，看哦，浮花，好漂亮哦。对，它会一直掉，它掉了满地都是。这学名叫菲律宾石子。哎，好可爱哦！又名红虾花。它是两边对开，对是不是？对。红虾花，哥哥，你要帮我拍一个特写。因为我在录影，没办法。这个叫菲律宾赖尿虾的样子，好可爱哦！就像赖尿虾的样子。哥哥，你拍这一朵，你看这朵好清楚。右边龙虾花啦，啊，那五星龙虾不？乌啦，哎呀，龙虾花，可爱哦。嗯，哥哥，你拍这个，这个龙虾比较大，这只很大。龙虾花，掉了一地的龙虾花。然后这个是笑杂不啊？这个我已经知道了。对不？对啊，这是小杂，这是小杂不？唔通料啊，我小杂不？对呀、啊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含笑花。含笑花，哎，你怎么一把就、哎、哦，很香哎、欸。都很香啊。嗯。哎，含笑花，含笑花的这个、啊，这个好厚啊，它的花瓣。嗯，很香，含笑花。这个是哈、哦。嗯。这个是台湾的特有的。台湾特有的含笑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是心理的。嗯。心里是用南洋含虾去嫁接的，嗯，有啊。结果在嫁接的过程中呢，这一只我们没有剪掉嘛，所以变成又有含虾又有心里、嗯，变成一棵植物两种花，两 种, 種, 種心，两种样子。对呀、啊，嗯，哎呀，你看它这个是接枝的，接枝的就又跑出来了，哎、嗯啊，这是台湾的特色。哦，大家有看到远处吗？对呀、啊，远处那圆圈圈出去的那个风景也好漂亮。对呀、啊，远处就是稻田啊。对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恰杂布会结蓝莓。是啊。是不是？好像蓝莓哦。叫肖杂布。哦，肖杂布。肖杂，我是肖杂布，我是恰杂布，我不是肖杂布，我讲唔对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的风景，有没有很想要静下来？有没有？
漂亮吧？没有想到台湾有一个这样子的地方叫华陶窑，而且成立37周年了。所以这一颗这个碎花铁板脚，嗯，哪里？这个也是台湾的。这个铁板脚，它再过一个月，它的花一直垂下来。嗯，当然喽。很大，它的这个花很好玩。那碎花铁板脚又名水茄冬嘛，水茄冬。嗯、啊，所以碎花棋盘角它是晚上开花，白天凋谢。对，嗯、每朵花只有一个晚上的生命。啊、所以当年在政治气氛氛围无奈的时候呢，文人雅士就用碎花棋盘角的开花落叶情形写了一首歌，叫《乌鸦灰》。哦，就是这个。雨夜花是在指这个花吗？对。来唱，来开心。乌鸦灰，乌鸦灰，随风破吹落地，无人看过归里万岁，回下路途不再回。原来是碎花棋盘角。乌鸦灰，乌鸦灰，秋风雨吹落地，无人看过每日的晚节，回下路途不再回。雄心啊！过来了，雄心过来哦！这表他等我一回哦。第二了，碎花棋盘角还长须须哦，请看给大家看哦。像。潇洒不像潇洒不啊，好有情感哦、欸！你看，看这个还很淡蓝色呢、嗯。你看，我就说好像蓝莓哦。对，来快，有一种蓝莓的心。快，没有关系的。过来，这边什么花生莓？过来，这是龙虾花，不是红虾花，是龙虾花哦。龙虾，林黑哦，林黑灰。我告诉你吧，真的很像。可是它只长两朵花吗？就像那个两个螯啊。可是它花掉了，上面还会再长吗？它会一直长，一直往上嘛。来，行，来去。先去看我的贩卖店，等下给我们介绍一下。好了，第一道啦。滴滴行。我中昼就第一食挂刀啊饭。我咪也过啦。行，挂刀啊，挂刀啊饭啊，对了。我们鸭给店，这就是刚刚讲的。姚主说很希望华陶窑能够以贩售他的陶器就可以赚钱营生，可是呢，好像没有办法，所以呢才会开放给大家看。如果有朝一日有一天他的陶器可以支应，你知道他整个华陶窑，他可能就不会开放了。我来讲对不？认同吗？认同啊，还有我们最主要是做陶人家了。对呀、啊，然后我们很喜欢说，因为现在一般一起分享啊，台湾的社会在使用陶哈的这个感觉还不够，嗯，然后我们还在努力中呢。好，这样子，这是我们的作品。所以大家可以进到这里来看一下华陶窑的作品，每一个都是华陶窑的作品吗？有从外面来的吗？没有。来给大家公告一下啦。这里面有姚主的作品吗？没有。对啊，姚主的作品我刚刚其实有去他的休息室，有另外一间我看过了。姚主是经营者，姚主不是不是做陶人家。姚主在设计。哦，这花器不错哎。哎，这花器好雅哦！给大家看，花陶窑，这些都是公开销售的东西哦。我现在正在挑选我的花器，我因为跟齐云大师经常回来台湾之后，哇，我从齐云大师那边学到好多东西哦。好，来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的风景。其实你在他的贩卖部里面，有没有都还可以看到外面的风光。
姚主，我们要结束直播了，因为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。OK， 你知道？哎，姚主，你还有什么要？哎，这外面是什么地方啊？啊，等一下，姚主，这外面……哎，等一下，我给大家看大件的啦。嗯，好，你知道？就比如说，大家在家里，比如说有很大的空间，有没有？他其实在那边拍了。他其实有各式各样的这些。嗯、姚主，这是什么空间？这是兰花吗？对啊，全部都是兰花吗？对啊，台湾蝴蝶兰啊，蝴蝶全部都兰花。你看它，你看它这样弄，空间可以让空气流通啊，像天井一样的地方吗？对，类似天井啊。对啊，就是像天井一样的地方，哇，好好玩哦。好，姚主，我们要结束直播了哦。OK， 好，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超过35分钟，已经要将近40分钟。OK OK， 好，我就听你的啦，听我的，就听我的，对不对？嗯，那我们。给欢迎大家到华陶窑来玩耍，听众朋友，华陶窑的门票费是多少钱？250。是一次挂迪瓦粉？哎，这个我就不知道。哎，挂迪瓦粉多少钱？心里啊。挂迪瓦粉一个人多少钱？啊？割稻饭一个人多少钱？没人知道挂迪瓦粉多少钱。割稻饭要多少钱呢、啊？割稻饭一个人吗？嗯。多少？250，给大家介绍。给大家介绍苗栗苑里非常棒的一个地方，已经成立37周年的华陶窑。谢谢窑主，拜拜。拜拜。Simon。嗨。我们其实还没有逛完，我们其实还没有逛完。对对对，哥哥，拜拜。来，罗斯玛丽，拜拜。拜拜。我是王瑞瑶，拜拜。好，结束在漂亮的陶器上。